我啊。好看吗，家人们？阿紫有以前有没有人送过你花呀？嗯，有啊。阿伟哥送过我花，在沙沙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花好看，都开了，对不对？对，这个很，它的花都是很大的。刚刚那个姐姐说了，花开了，花开富贵，对不对，家人们？就希望你的事业蒸蒸日上，对不对，家人们？花开富贵。就希望就是家人们希不希望，希不希望家人们希不希望阿紫富贵，家人们？你抱我抱着花，你这句话应该要等一下可能你送的花的人说。你先抱着我，先让家人们欣赏欣赏，一会儿我送给别人呢就欣赏不到了，对不对，家人们？老板太过分了，一会儿我让别人抱走了就老板他送给别人的话他还让我一直抱着抱到现在了，他有点过分了，对不对，帅哥姐们？虽然家人们希不希望阿紫富贵，抱一辈子，这个话抱一辈子啊，帅哥姐们。家人们希不希望阿紫富贵，少吃一些苦？我现在就已经少吃一些苦了，我现在就已经很幸福了。希不希望家人们？嗯，好看吗，家人们？咱们等家人们先回来啊，咱们现在直播间5000多，等家人们先回来，好吧，家人们，咱们等。等咱们把群分享分享，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好不好，家人们？傻子富贵。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好不好，家人们？黑粉已经走了，就该我们办正事了。咱们把其他的家人们通知，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来给家人们再挂一个1000的福袋，咱直接给家人们挂1000的福袋。谢谢家人们，谢谢，好看好看是吧？对，他这老板买花好会买花的，他真的非常的好看，哇！等一下，老板的花的主人到了，肯定非常开心。老板，你等一下他到了，我叫你啊，你先放到后面。先放在后面。对，先放到后面，你再拿出来给他。我先藏在我的背后，嗯、是不是？嗯，对。那种是非常就这样子对吧，帅哥们？我看到很多人他说话就是先把花放到后面，然后。到那个花的主人到的时候他一定要拿出来给他，好浪漫，好好看。你等一下就那样子送给他，我帮你拿着手机镜头对着你们。那个女孩子可以露脸吗？等一下她到了，家人们，一会儿那个女孩子露不露脸，家人们？她到了，要不要露脸？要露脸的话我就拿着手机。一会儿送花的时候女孩露不露脸，家人们？嗯，傻女人。不是那样子说是非常好好，就是非常有那种浪漫感的，帅哥姐妹，不是我傻子那样说，因为你们没看到吗？有些很多人他送花就放在这后面拿出来，他是很有那种很有惊喜感的，知道吗？露脸是吧？对，我也支持露脸，帅哥姐妹。露脸必须露脸，对不对？对，必须露脸给家人们看，我也支持露脸。你闻一闻这花多香。嗯，好想不想要？算我不说。想不想要？不要，等我以后有人给我送了，我再那个。现在我想要也没用，现在等以后我有人给我送了，我再有那种想法吧，对不对，帅哥姐们？当然露脸。哇，直播间6000人了。我们要来，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好不好？咱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好不好，家人们？咱们办正事儿了，好不好，家人们？一会儿女孩就过来了，一会儿女孩过来了，咱就得安排了，是不是，家人们？她什么时候到？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我们都等的花都谢了，对不对，帅哥姐们？我们为老板打加油，好不好？来，家人们打一波加油，给我打打打打打打。对，给老板打一波加油。打一波加油，鼓励，行不行，家人们？然后来，家人们打辛苦了。谢谢家人们吃一个火龙果，红红红红。
鲜花配美女，对不对，家人们？鲜花配美人，对不对？加油，老板，对，加油，我们好期待。家人们，好期待老板送花给小姐姐的时候，她会不会很激动，对不对？所以哥姐们，你们有激动吗？老板，家人们，好不好看？来，家人们，你们告诉我好不好看？有些家人们都没明白过来，有些家人们他没明白，我一会儿你们就懂了，家人们，一会儿你们就懂了。好看吗，家人们？没有，老板让我拿一下花，帅哥姐们。对，什么叫我上当？你帮我拿一下，帮拿一下。对，什么叫我上当了呀？拿一下花而已。快点送，人还没有到，人还没有到，帅哥姐们。其实今天我也给老板。好看吗，家人们？老板，咱们该截图截图，该录屏录屏，好不好？老板，嗯，其实我今天给你买了一个小小的小心意，但是我觉得你买了什么东西吗？我觉得今天我来送这个都很尴尬，改天再给你送吧。家人们，你先送给我嘛，他还没来，你先送给我。阿紫给我准备了礼物，家人们，要不你先送给我行不行？不要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觉得这样呢，等一下那个。那这样吧，你先送给我，我先收下，好不好？我先送，好看吗，家人们？好好看，这个花真的。你看，花开富贵，红艳艳的，对不对，家人们？开的好大好大，你看。对不对，家人们？这样吧，阿紫先送行不行，家人们？阿紫先送行不行？我看看阿紫给我准备的什么礼物。阿紫先送行不行，家人们？但是我先送的话，我觉得今天不适合了。什么不适合？家人们，送不送？阿紫说给我准备了礼物。从来没给我准备过礼物，是不是？要阿紫先送行不行，家人们？傻瓜，上当了，上什么当，帅哥姐们？帅哥姐们，我觉得今天老板他送花给他就是重要的人的话，我觉得我来送老板东西的话，我有点不适合了，我改天再给老板送吧。那必须得送，你都准备好了，你得送啊！我的好奇是什么东西，家人们好奇吗？你都准备了，你都告诉我了，你不送给我，我就不高兴了。没有你准备好了你就送嘛，对不对，家人们？我怕等一下他，我怕让阿紫先送行不行，家人们？我怕等一下你的朋友误会就不好了，我还是先不送了，帅哥姐们，我怕等一下老板的朋友误会了就不好了。阿紫先送行不行，家人们？别提黑粉的是吧。嗯，这样，你跟家人们聊几句，我去打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你也这样的话就不会尴尬了，行不行？好，好，是帅哥姐吗？本来我今天宿舍我想，我给老板准备了一点一点点小心意，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不适合送吧，因为，老板他等一下送还给他。重要的人的话，我觉得等一下别人误会了就不好，对不对？误会了就不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等一下刚好我给老板送的时候他到了呢，那样呢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了，那样呢老板的这个机会都泡汤了，就不好，对不对，帅哥姐们？所以呢，我还是今天晚上就不送了吧，我改天再给老板，改天再给老板。不会误会的是吧？会误会的，如果看到了的话肯定误会的。唉，等老板的朋友过来了我们再看吧，等老板的朋友过来了，早知道我给他们给老板朋友也准备一个过来，但是我没想到老板会叫朋友过来，我也没准备，我就给老板准备了，早知道我就给老板准备了，给老板的朋友也准备一个，那样的话多好。不会误会是吧？太老实了，这不是老不老实，我不希望别人误会，帅哥姐们。所以我改天送给他吧，你们说改天送吗？还是真的今天送？今天送的话，我怕有点误会，知道吧？
老板他不是说他朋友快到了吗？阿紫，这个花是送你的。帅哥姐们，你们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老板，这个花是送我的话，你们觉得他干嘛不送给我？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在这里给我拿着？然后他一开始就拿出来给我，一直抱着，对不对，帅哥姐们？不是的，他真的是送给一个重要的人，知道吗？他真的是送给重要的人。唉，不是送给我的，帅哥姐们，你们怎么还没有看懂啊？如果是送给我的话，那老板直接说了。而且老板他为什么给我送花呀？对不对？谢谢送的粘一粘，谢谢。唉，本来我都已经给老板准备了一个礼物，因为老板说昨天晚上给我惊喜嘛，然后。也没给成，我现在才想一想，原来他给我的惊喜是，就是介绍我认识他重要的朋友。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是我们都误会了，帅哥姐们，原来是我们都误会了，原来是老板给我的惊喜是，就是意思是介绍我认识他重要的朋友，然后应该是我们认识了的话，就以后也多帮助嘛，多关注，就这个意思应该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老板要给我介绍重要的人认识的意思，然后后面就是搞得我昨天晚上心情不好了嘛，所以肯定是老板的朋友就不好意思来，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但不过没事，今天晚上认识也好了，对不对？今天晚上如果等一下老板的朋友过来的话，我们就热烈欢迎老板朋友，然后我们就支持老板，好不好？帅哥姐们，支不支持？你拿花干嘛？花是老板让我拿着的，帅哥姐们，花是老板让我拿着的。老板他现在去打电话去了，花是老板让我们拿着的。给你们发个福袋，帅哥姐们。左上角给你们发了一个福袋。支持阿紫，对，支持老板，今天晚上送花成功，帅哥姐们。你为什么那么笨，还比我笨？什么？我不是，你们想一下，老板昨天晚上他说是很重要的一天。那说明就是他给我认识他，介绍我认识他朋友嘛，对不对？然后后面搞得你们想一想，我不开心了嘛，后面我被很多书摔带偏了，就是我脑袋一片空白的，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老板就肯定是他朋友就觉得我不高兴了，他就不来了。然后老板就是我昨天晚上也打扰了他的好事情，然后今天晚上朋友肯定，老板过来了，什么时候到？傻瓜一个，不是，那老板在这里了，我就不说了。你给我准备的礼物呢？这个我改天再送给你吧。你不要改天了，家人们，改天还是今天？阿紫说给我准备的礼物。你朋友快到了没啊？我朋友说还要一会儿。老板，你干嘛不早给我说？你早给我说，我给你朋友也就是准备一个礼物过来。他今天有了吗？对不对？你给我准备的是你给我准备的，谢谢叔叔送的粘一粘。再来一个福袋吗，家人们？左上角已经给家人们安排了一个1000的福袋，左上角已经安排了1000的福袋，家人们。左上角已经安排了1000的福袋，家人们。今天送啊？你看家人们都说今天送，那你就给我先安排了，行不行？行不行，家人们？真的送？行不行，家人们？行不行？刚好是不是？是不是家人们？一会儿我就送了啊，家人们。家人们，一会儿我就开安排了啊，家人们。我怕他不接受，家人们，他不接受怎么办，家人们？
今天素吗，帅哥姐们？但是我觉得今天素有点不适合吧。哦，期待着，等着，我快到了。你不管，你先送，对不对？家人们都说让你先送，行不？真的要送吗，家人们？行不，家人们？今天就送，但是我那个有点尴尬。尴尬什么？他不是藏，他不可以藏着的，所以我怕那些女朋友看到了就有点不开心。家人们让你大胆一点，对不对，家人们？那个东西是不能藏着的，帅哥姐们，所以我怕。家人们说大胆一点。等一下，老板的朋友看到了不高兴。今天送是吧？快点嘛，你快点嘛，你不要，我都等不及了，对不对，家人们？那真的送哦。对，真的来，希望我送的帅哥姐妹扣个一好不好？但是我先跟你说，我送你的东西是不能藏着掖着的，所以你等一下。我就带着，我就一会儿就带着，好不好，家人们？带着，你知道什么东西吗？你要么就是什么了，要么就是不能藏着掖着的，反正、你要么你送我一个皮包，是不是？会不会是皮包？是不是领带呀，家人们？是不是领带呀？我没带系领带，是不是领带呀？或者说皮带，是不是，家人们？皮带可以藏着，好不好？家人们猜猜阿子给我准备的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个领带，因为我昨天没系，今天也没系，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领带？反正呢，现在冬天适合的东西。冬天适合的。嗯。家人们，那我去拿了。有可能我没带领带，可能是领带，是不是，家人们？因为我长胖了，我的脖子系领带有点勒。家人们太胖了，我系脖子有点勒。那如果我买的是领带的话，你岂不是不喜欢啊？系着有点勒的话也喜欢，对不对，家人们？也喜欢系着有点勒的话你肯定不喜欢啊。家人们说是围巾，是不是围巾啊？对，有可能是围巾，是不是围巾，家人们？不是那是什么？哎，我不拆了，我还是带过来吧。还是拿过来了，家人们，快些送。家人们，一会儿我送他不要怎么办？家人们，那就送给你啊。送吗？那我就给老板送了，帅哥姐们。到时候老板我先跟你说哈，我这个的话不贵啊。贵不贵不重要。就家人们，咱们别人送的礼物怎么会去嫌弃，是不是？对，就百来块钱而已，不贵，只有我有点尴尬。但是现在天气冷了嘛。哦，是不是手表？怎么可能？我怎么能买得起手表？现在天气冷了，我希望你不要冷到。那我就拿出来了。那我也，你前一段时间不是脖子老是刮溜溜的吗？噔噔噔！哇！家人们，好看吗？是个围巾。那你先把花抱着，来，围巾，帅哥姐们。我先戴上去试试。嗯，对，这样戴。家人们，好看吗？好不好看，家人们？好看吗，家人们？对，就是围巾，因为老板不是老是脖子刮溜溜的吗？现在这边又有点冷，所以然后老板又那么照顾我。好看吗，家人们？带我学习，我应该也对老板好一点，对不对？这样。然后我又买不了贵的东西，我就只能。哎，这是不是这样的？好看吗，家人们？对，是这样的。好看吗？这个颜色。好看吗，家人们？那有些黑粉估计得气死了。现在黑粉在直播间拼命的抠，拼命的抠，不好看，不好看。那些黑粉明知道很好看，但是他就在直播间说不好看，不好看，是不是？哎呀，真好看，哎，怎么办嘛？真带着真暖和，家人们。喜欢吗？喜欢，喜欢就好，家人们，对不对，家人们？因为老板一直都照顾着我，对不对？我都没有送给老板送过什么东西。好暖和呀，家人们。然后我又买不了贵的，我只能就是。好看吗，家人们？一点心意吧。哎，这冬天有人送围巾，哎，那黑粉，黑粉有人送你围巾吗？求死了，他们学习说。哎呀，真好看。
咋就这么好看呢？他这样戴比较好看。那你怎么戴？对，男孩子也可以这样子戴，就是放到衣服里面。这样戴啊、哦？对对，不是，就这样放到衣服里面戴的那种。对对，就这种。好看吗，家人们？不好看，不好看，那么一些。但是他们真的没挂灯牌的，说不好看。好看吗？酸不酸？那没有挂灯牌的酸不酸？来，家人们，把灯牌点亮一下。此时此刻，家人们把灯牌点亮一下。我们的粉丝铁粉，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好不好，家人们？所以你看，不能藏着的，等一下你对不对？没有白疼，你看很多家人说没有白疼啊，对不对，家人们？哎，这不就好起来了吗？家人们是不是？你看，哎，这是不是好起来了啊，家人们？谢谢谢谢，感谢尾巴啊。是不是好起来了？谢谢家人们，谢谢。感谢尾巴，是不是好起来了，家人们？是不是好起来了？哎，等以后有机会了，没有白疼，是不是？是不是没有白疼？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尾巴，谢谢，感谢尾巴，咱们给尾巴点点关注啊，家人们。是不是好起来了？哎，有些时候。哪怕是个石头，咱也慢慢慢慢也捂热了。你看阿紫现在是不是学会了送礼了，对不对，家人们？是不是，家人们？不要嫌弃啊、哦，这个有点那个。没有白疼，对，没有白疼，对不对，家人们？有没有进步？家人们，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进步，家人们？开心吗？很开心啊，很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家人们开心吗？这样，家人们，今天阿紫有进步，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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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兴。给家人们，咱们那个事儿先等一等，我觉得先等一等。我今天豁出去了，豁出去了。来，你要干嘛？你不管，豁出去了。要抱着你的花吗？你抱着，你好好抱着。看到没有，围巾，家人们看到没有？阿紫送的，阿紫送过你们吗？你要干嘛？来。那个燕姐，来这个，我决定了，今天很开心，我要给家人们放一波福利。老板，我告诉你，这个配上这个围巾真的是。我要给家人们炸波福利。来，这个，介绍一下。你有哪个？就这个被。这个吗？你有这个被子？对，我看我刚刚盯了好几眼了。不能上，我不管怎么样。你怎么突然间要这么好的那个？因为家人们说，你不用说，这个围巾好看。你看这是我们干嘛的？哇，这么多标，你能看见吗？这个全部是出口那个意大利的，你看见吗？出口意大利的，你看见吗？什么叫与众不同？看见吗？这个、啊、这个被子，你看多少个标？你看见吗？来，叫冰岛云朵被。冰岛云朵被、啊、这在云朵被，对，这是意大利那边也是那个五个星星的酒店，那个专用的，五个星的酒店专用的，对，这样冰岛绒的，然后话不多说，你摸一下这个手感，这冰岛绒什么意思啊？就是哇，真的是好，它是自发那个热的，那什么意思啊？你摸上去，你的手感体感，就是自己发热，这是科技的东西。科技的东西，然后就是你看到整个床铺，老板你要那种，谁没炸这个啊？我要给家人炸，今天很高兴。你看这个标，你看一下这个标再加我们这个标，你看到没？全部是出那个的，你看见吗？你看见吗？这可以扫码的，这个都是全部出口口的，都可以扫码。对，出出口口的，掌握睡眠科技，你看见吗？这个你睡上去，我跟你讲哈，这个被子批发价格是1000多。你老板你要炸吗？1000多，今天我不管了。1000多，你高兴不要这样，老板算了，你高兴不要这样子。自己砍一刀。我身上只能砍肉，我砍不了别的。真的，这个你要好的东西，我拿那个助理给我拿一个那个普通的那个被子。你不要普通的。今天很开心，因为阿紫主动送了我一条围巾。这个围巾真好看，好看吗？真的，我自己眼光挺好的。我家人们说了199，啊，199，
你要干啥？不是，姐，不是，我们老板炸一炸，不是，换一个，我支持你。今天这个围巾真的很好看，然后阿紫眼光真的挺好，但是眼光看产品也看好，但是你就这么炸，我炸不了。199就199，不是这样，我补贴。小猫过来，我补贴。老板补贴，你把火的量比诺对。什么？我补贴。你补贴多少？你知道吗？这个我的批发价格是1299，如果我骗你，我是这个地上爬那个，好不好？真的吗，家人们？我不是跟你瞎说的，知道吧？我小气吗？这样吧，199我来补贴。你199你补多少？不，我不多。1000。我补200。你补200还不够我成本的，你补200还不如不补呢。这样吧，少一点嘛，少给家人们上一点嘛，199给家人们少上一点，少上一点。真的是89%-90%的家庭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89%-90%没有用过，很多家人们没有用过。对，确实是，我不是说看不起谁啊，是因为真的是数据显示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冰岛绒啊，我真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它，就是。冰岛绒本来它就是发发热热的，然后里面全部填充的是我们那个羊绒蛋白。这样，我不管了，给家人们炸一波。一件羊毛衫多少钱吗？这样，炸一波。一件羊绒衫多少钱，老板？多少钱？一件羊绒衫多少钱？多少钱我不知道。一件羊绒衫最起码700-800吧。700-800。羊绒的不是羊毛的，羊绒衫。羊绒衫。蛋白。里面是羊绒蛋白。啊。这样，家人们，我给家人们炸一波。199，给家人们炸一波，好不好，家人们？算了吧，老板，这个太贵了。不，今天你居然这么对我好，这么好，对不对，家人们？给家人们炸一波，咱们被套也买了。什么东西？我看你什么叫好货啊？来，我给你看，我模拟一下外面下大雪来。来，-20°，冷不冷？冷。来，同样这个位置啊，看好了，家人们啊，我看到这一面来，我同样看好，来，-18°，相差40°，降低。相差40°，这样你也不要浪费时间，我一会儿还得办正事儿，家人们，对不对？一会儿我还得办正事儿。嗯。啊。199给家人们上一波。199，你加一点，你让家人们说自己说这波。加一点，这样。加一点。咱也不差那点儿。169给我家人们上。收到货是这样子的。就拎好了这个袋子，拎好了。这样，169给我家人们炸。多少？169给家人们炸。家人们行不行？今天199也不来了，169给家人们炸。你今天有点那个啥，我这个是2米乘以2.3米，6斤。169给家人们炸，对，就169给家人们炸。你们要几斤的？有多少斤的？有6斤，有8斤的。8斤的。来，169给我们炸。我真的，我、这个、上车。这样，先上20单，你先不要拿，先上20单再拿，行不行？先上20单。你们直播间太懂货了，我根本就不敢。你20单待会儿又不够的，你知道吗？太懂货了。你先上20单，行不行？行不行？先先上。你直播间太懂货了吗？行。来，先上20单。20单。就20单。体验1000多的品质。如果说回到家之后不是1000多品质，直接给我退，行不行？行。就20单。好，就20单。你再动我要，我就说你老板不帅了，我跟你讲。169，我的天哪，这个20单帅哥节目，这个无什么新的，非常好用的，只要无心才能用的帅哥节目。哇，太好了！这你们近一点看，你看多少个标啊？先上，你不要介绍了，先上。上了没有了？立即上。上好了。上车了，帅哥节目，赶紧去抢。赶紧去拍，家人们。对，上车了169。你能看见这多少个标？来，冰岛云朵被，这上面面料是冰岛绒的，能看见吗？来，填充是什么？能看见吗？羊什么绒蛋白？能看见吗？看见这个被子用过吗？来，这个被子是不是80%-90%的家庭没有用过？嗯。我实话实讲对吧？来，看到没有？这个都是传过出出口口的标，能看见吗？来，这个，来，看到没有？与众不同，就是你很多就没有用过里面的是羊绒蛋白的，然后掌握睡眠科技。哇，家人们，多少个标？哇，这个真的好。你在上面来再看一下，只有20单，赶紧去拍。为什么我们是出出口口的？来看到没有？上面全部带字母英文的，是不是我们在代购的？看到没有？来，这个你看上去，我说实话，你说那你花500-600去住一晚酒店，你舍不舍得？是不是不舍得？舍不得。但今天让你花多少？你看169，169，不是200多吗？我补贴169。让你花169
的价格，让你天天在家里面住五个星级的酒店，行不行？行。你说这感觉，赶紧去拍。哇，家人们，这个太好了，家人们。你花钱的最后八单。只有最后八单。你八千的加钱了吗？加钱了吗？阿子，我加钱了吗？没有吧？哎呦，我你今天这怎么这个时候？我没加啊，没加啊，没加啊！来，家人们赶紧去抢！家人们，这个真的好。你刚才那么冷静，怎么这个时候感觉有点语无伦次那种感觉呢？太好了，太好了，家人们，这个太好了，咱们刚拍了被子的。家人们赶紧去抢，家人们。这个太好了。我加两斤的羊绒蛋白，我得多少米？赶紧去拍。赶紧去拍，帅哥你们来，我们赶紧去拍，家人们，只剩最后三单，哇，抢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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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爆了，爆了，你们抢到了不会失望，帅哥，这个真的不会失望的。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被子是我们过意大利的那个五个星星的酒店的，这我们供货价是1299，我骗你们都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这么实在，因为我你也看到我，我就这样子，我北方人就这么实在，我说我骗你，我都是这样低下爬爬的。你今天这个价格给我，都这么说了，家人们都这么说了，赶紧去拍，家人们。而且因为你的家人，你的直播间太懂货了，我只要拿出来什么货，他们一看就知道。你看整个的一个标，谁家会用这么多标？能看见吗？这个标全部出出口口，这个标能看出去吗？最后一单，全部是出出口口的，能看见吗？掌握科技睡眠，然后再加这个标，再加我的标，全部带二维码，来把手机给拿给我。168，赶紧去拍。去拍，我的天哪，赶。阿子说了，放心去拍。今年过牛有福了。对。169，赶紧去拍。帅哥姐们，扫给你们看。是信号。赶紧去拍，帅哥姐们。我手机都，你卡了，我手机都没感觉了，你看到没有？对，你们拿回去扫。来，能看见吗？来。能看见吗？能看见这么高不高端？能看见吗？产品信息、规格，能看见吗？全部给你呢。八斤的家人们。这是干嘛的？对，来帅哥姐。拍疯了。放心了，去拍，赶紧去拍。哇，拍疯了，拍疯了，家人们，赶紧去拍。20单拍疯了。169，家人们拍疯了，我的天哪！你这个，你摸上这个感觉，你300单了。冰岛龙，你知道什么叫冰岛龙吗？就是我跟你讲，它不是普通的什么牛奶绒、什么贝绒，还有婴儿绒，才20单，等一下。他们不知道，他们工作人员搞错了。什么东西？没事，赶紧去拍。拍，帅哥姐们。赶紧去拍，这个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没事啊，家人们，咱们赶紧去拍，家人们，太好了，太好了。到一点一滴绒都不会掉，我说对不对？对。我们这个冰岛绒是什么意思？冰岛绒是在我们高这个密度，你知道吗？400克的绒，在冰岛上面，我们又做了个冷蹲工艺。什么叫冷蹲？就是钢材。如果你不做冷蹲工艺，这钢材是不是脆的？就是不牢固。做了这个冷蹲工艺之后，它这个钢材很坚硬。对。只会在钢材上面做的冷蹲工艺。我在这个绒上面做了一层冷蹲工艺，就什么意思哈？这个绒你用上5年、8年、10年，它都不会掉一点点的绒。它能用那么多年？对呀，这是冰岛绒，因为这个冷蹲工艺用10年，家人们不敢用的，为什么？这个贵，光用冷蹲工艺的这个机器是100W。知道吗？所以说，帅哥姐们，20单拍完了没有？拍完了吗，家人们？你知道我们每一年要出口意大利，像这个被子的话，我们出口就订单就是实际哈，我们能做1亿以上。这就是我们做好货，因为我们供五个星星的一个酒店，80%以上到90%家庭没有用过。你们拍回去之后扫这个码，你就能看到上面的整个规格什么的，全部都给你安排好了。扫这个码，你们就知道。对，你看不到。抢到了吗，家人们？对，你看这么多标，能看到没有？全部这么多，你看，来，这叫被孵化的温暖，什么意思哈？什么叫被孵化？就是刚生出来的时候，躺在妈妈怀抱里，是不是最温暖的？对，就这种感觉。对。抢到了吗，家人们？赶紧去抢，帅哥姐们，不要说话。抢到了吗，家人们？赶紧去拍，这个是太好太好了。拍了吗，家人们？抢6斤的，不管斤的，8斤的，帅哥姐们。8斤的都拍8斤的，家人们都拍8斤的，好不好？8斤的保暖度达到棉花被15斤以上。明天给家人们安排，好不好？对。明天给家人们安排。抢到了吗？你看，你摸一下这个冰岛绒。哇，这个看着就不高级，太高级了，太高级了。比一般的棉太高级了。你住在咱们国内的一个五个星星的宾馆，一夜多少钱？对，
最起码600多700-800吧。对，五个星星的啊。对。然后你还才能体验到这种冰岛绒在床上这种感觉，很舒服。为什么住宾馆？宾馆的床上的那个床用品那个被子比较舒服，让你给软软糯的感觉，在云朵般的感觉，被云朵包裹的感觉。家人们，对。但是你要花钱去体验，今天太给力了。你在阿紫直播间，你169，你体八斤还六斤的？八斤的，太给力了！家人们赶紧去拍这个，赶紧去拍！让你天天在家里体验五个星级酒店的感觉，真的，我天哪！那个助理拿我手机帮我拍两条，我都没有这个价格。老板自己拍了，已经拍空了，你两个名额都拍不到的，没有啦。对呀，这个价格，我的天哪！这个是你们自己拍，被我发现了，我跟你讲哈，我没拍。还有多少家人们没抢到的？不能没有了，不能哎，输掉，等一下，那个助理帮我数，等一下，姐，我的姐，你乱搞，你我的个姐，抢到没，家人们？抢到没有，家人们？你这个围巾最起码好几百了吧？我这个大被子八斤的，你给我弄100多？哎呀，对啊，家人们，这个围巾都要100多。阿紫说这个围巾都要100多，200多，哎呀，我这个应该是羊绒的吧？围巾家人们，我这个围巾得200多。羊绒的，没看出到了，羊绒，我这个围巾都得200多，家人们。它是羊绒，我这个羊绒的被子，你给我整到100多，你怎么做得出来的呢？家人们，这个围巾都得200多。100多啊！家人们抢到了吗？来，家人们抢到没有？我跟你讲哈，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你们买回去，如果说你舍不得自己用的，我感觉你真的对。抢到没有，家人们？第二个，你看这个包装，我拎着去送你，去送人。我这个围巾都200多。286，这个围巾都286，家人们，这么大，168，抢到没有，家人们？还有8斤，对，来，没有抢到，直播间扣个一，你们就拍给家人们最后炸一波。我们喜欢8斤的，你们就拍6斤的吧，家人们。我们喜欢8斤的姐，没有抢到扣波一，给家人们最后炸一波就没有了，就炸一波就没有了，一波没有抢到，我100多个扣一的，100多个扣一的。能上，这样，这个169太好了，家人们，没抢到的，咱们直播间扣波一，这样吧，这样，我也不要你，我这样，我也不要你什么了，就是再加10单50单了，这样吧，10秒钟，给我们家人们10秒钟，行不行？就10秒钟，让他们抢。我们家人们付不快，他们年纪比较大，拍的不快。上一上完之后，根本你懂货太多了，你知道吧？10秒钟，好不好？你直播间懂货太多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我不用介绍，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好坏，是不是？你太懂了，我跟20单。8斤的，家人们，这个围巾，这个围巾上了，家人们上了，最后十秒，来，你重新介绍一下嘛，重新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嘛，来，给我家人们。你那个围巾吧，你那个围巾多少钱？我这个围巾200多。169，来，好好再给我介绍一下，再介绍一下。这上面这是我们出出口口意大利的，嗯，然后多少个标你自己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我自己给你看来。嗯，能看见吗？能看见。来，几个标你能看见吗？谁家会给你做这样？你看，与众不同，让你没有体验过5个星星酒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而且我给你看这个标，这个吊牌，你自己回去扫，你能看一下你这种档次，你真的很好。你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我跟你讲，80%-90%家庭没有用过，2米乘以2米3，你看这个标，真的很好。这个长梦梦出出口口全部是五星级。哇，真的，家人们赶紧去拍，家人们。你今天是花了169体验一个五个星星，平常 你看我给老板买这个围巾是羊绒的，他都这么一点点就200多。赶紧去拍，赶紧去拍，上架了，赶紧去拍，家人们。每一个里面填充全部是均匀填充、饱满填充，你自己摸。来，那个阿紫你自己摸。太舒服了，就是一般的酒店都住不到。20-30的，赶紧去拍，家人们。10块钱围巾都有吧？你为什么买羊绒好的？肯定货要对版。家人们相信阿紫，相信我，好不好？家人们，赶紧去拍，真的很舒服，赶紧去拍，家人们。确实给力呀、啊，家人们，赶紧去拍。2米乘以2米3，8斤，达到棉花被15-16斤的一个保暖度。好便宜啊！我自己爸妈，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不能用棉花被，棉花被是越盖越重，对不对？对。咱们用一定要用轻，你说你盖的特别压自己的身体，然后压到你的这个地方，你舒不舒服？压到你这个地方，你舒不舒服？对不对？对。所以说要轻盈
保暖，让他们习惯用清怡保暖的产品，好产品，每一天就住五星级的酒店，太划算了，太划算了，赶紧去拍，赶紧去花个。那咱们父母陪咱们去旅游的时候，你花个说六七百去住一个五个星级酒店，他愿不愿意住？哎呀，他肯定不愿意，对不对？赶紧去拍，家人们，赶紧去拍，赶紧去拍，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我阿子送我个毛巾都200多。对，而且我们这个围巾都200多，家人们。四个脚床不有那个绑脚带？哦，对，绑脚带，帅哥们，四个脚是绑在我们线套那个里面，正好它不会跑。赶紧拍几？这叫赶紧拍。导绒，我们做冷冻工艺，在绒上面我们做冷冻工艺。他们说要四件套，我看你那个四件套挺不错的。哪个？他们说要四件套。这个我隔着走远都在发光，隔着老远的还在发光，家人们。哎呦，这个，哇，这个好，这个。家人们，这个牛不牛？家人们，这个牛不牛？太漂亮了，这个，咱们不要说80家庭了，这是95以上家庭没用过了。这个我们家，我跟你讲，董事长做要做。家人们，这个牛不牛？这个豪华不？家人们，只做好货。不做差的，这个品你知道吗？这上面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刚才又把我弄过来。家人们，这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哎，来，阿紫你自己看，这里面是不是发光？全部是德国进口的金丝银线，能看见吗？嗯。全部是手工的色织提花、嗯。以前我们宫廷里面用的是花，你看到没有？全部是带闪闪的灯光，看到没有？对对。一般我们国内还没做到这样的技术，就是德国进口的金丝银线。来，哇，这个好。哇。来，我直接打开给你看。来拉链了，来，家人们，这个好不好？来拉链再测。